我来换 exhaust， so 通常哦，那来 exhaust 店的人哦，他只是会问老板啊，要放 bullet 吗？还是不要放 bullet？ 啊，放 bullet 好吗？要撤掉 bullet， 一定这几个东西 ，exhaust pipe 几寸好啊 ？And then 哦，那些 foreman 的人哦，你的车如果有 bullet， 他就跟你讲哦，你撤掉 bullet 啊。And then 哦，如果你的车没有 bullet 的哦，他就跟你讲，装 bullet 比较好。还有哦，一个东西哦 ，OK， 你的 exhaust pipe 吗？后面的 exhaust pipe 啊，如果你们装两寸，他跟你讲装两寸半还是三寸比较好，哈，因为你也没有力。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装三寸，他就跟你讲，哎，这个太多力了，他叫你装两寸半。可以讲很多人都装一样 case 啦，你们来 exhaust pipe 店哦，全部都是一样的啊。你的车是 four one， 他就跟你讲 four two one 好。你的车是 four two one， 他就跟你讲你的车是 four one 好。所以你也是一定要换。没有啦，跟你们开玩笑啦。OK， 都这辆车我买的时候啊，它是三寸。OK， 你要会算 VTEC 啊，如果没有 Turbo 啊，还是很普通的车啊，是没有 Turbo 的、啊，你换三寸是不能驾的。OK， 它只是会有那个哦这样的声音 ，but 它的 back pressure 啊，还有一个 back pressure 啊 ，back pressure， 我听到悲催哦，很普通都是 back pressure。But then 对啦，这个是太大了啦，如果给 NA 的车啊，三寸是不能啦。说之前我买的时候，那个车主就放这一个三寸 ，and then 哦，它有一点裂啦，这个我要卖。还有我的 muffler 啊，喂啊，喂 muffler 呢？哦，哎这样，没啦，他的 second 呢？哦，老的哦，啊，这个也是要卖啊，看到吗？是好好的，我嘎带，我要装 spoon。水要的可以来这边，还是 BMO 啊？这个你 polish 一下，它就美了的 JS Racing 啊。说这个三寸是太大了，现在要换成两寸半，因为 NA。说基本上你们如果来 Exhaust Pipe 的店啊，就是靠你们自己做 research， 看 forum， 你的车是什么 engine， 然后摆柄要几寸。还有什么 muffler 适合你们？你们来 exhaust pipe 店，他们有很多 muffler 的。虽然你装很好料的 muffler， 你听到 boring 了，你去到 exhaust pipe 店，你跟他讲，哎，我的 muffler 好像是磨灭 key 的，他也跟你讲，哎，你这个 muffler 哪里能用的？一定用这个啊，很多他们 pattern 就来了。没有啦，板，这个也是我的好 brother 啊，这个。他也是很 steady 的啊，我讲哎，这个 exhaust 能用吗？他讲不能啦，但是其实是能用的啦。我也是要换啦，因为别笑嘛， exhaust 旧了就是这样。我们玩车哦，你听到一年啊，你的 exhaust 哦，虽然你换 exhaust， 它也是一样声音的啊，勒比鼓浪也是一样的，啊，大小也是一样，勒比鼓浪啦。最重要的东西哦，就是看你们用什么 engine， 这个才重要啊，它就会发出什么声音给你们啊。So remember， 你们做 research， 看你们用什么车、什么 engine 啊，然后看 forum， 因为在 forum 那边哦 ，Google 那边，还是去看 YouTube 啊，他们改过怎样才有力，怎样没有力。所以才装进去来 exhaust pipe 店，随便你们去哪一间也好，就跟他讲我要两寸还是两寸半，我要不要 bullet 啊，我要这个 exhaust， 这样才对。OK， so 我很少讲华语啦，其实只是要弄这 video 撒下给你们，要跟你们讲记得 follow 我的 wishlist project， 都是马来文啦，因为在马来西亚嘛，所以我讲马来文比较多，全部人会看。我有做这个 vlogging DC2 我的 next project 啊、oh, ，see you all at my next videos， 拜拜。阿威啊，可以啊，哎，倒不了，买倒不了哦。火炉打烂哦。哎，干洗衣啊，倒不了。手工匠美的，哼，哼。
还帮你做 bracket 哟，慢慢给你摸啊。好、哦、，steady 哦。Yes。去哪里找？你那箱没了。OK 啦。OK 啦。跟家跟家，跟出跟出啦。OK 来。这个 K-Tune Initial